上班第一天，我让你熟悉一下环境。您这眼睛能看清吗？有些时候，很多事情我看得比你清楚。麒麟山的住户又在造反。知道人们为什么爱吃河豚吗？他们爱上的不是美味，而是刺激。贪欢源于嗜赌一样，试过一次就会上瘾。 你也能看到的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杀人犯的女儿，怎么可能当白天鹅呢？嘿，匆匆忙忙回去，会撞到东西的。 一五一十地告诉我，你的魂丢哪儿了？